看你那些奇葩搞笑视频，你能忍住不笑算我输。首先来看第一位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摔不过三秒摔到原地去世的那种吗？兄弟们记住了，男人可以帅，但绝不能超过三秒。有请下一位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浪漫的绝版表情，在评论区打出中括号输入情书，就会出现一个信封一样的表情哦。兄弟们，你们也赶紧来试一试吧。听着 BGM 我还以为燃起来了，却没想到其实是烧起来了。他们俩的感情你两个在这拜堂成亲来了呀。来看下一位。那我给你标一个回火转一圈。我操我他妈真服了呀。兄弟，你这我操是不是有点烫嘴啊？现在知道表哥的鬼火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模仿的了吧。来看下一位。喜欢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可他永远不你他妈。兄弟，你这歌唱的还不错，就是你这个视频含文量太高了，你这家谱都快出来了吧。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别人把敌人捡的也那么帅，兄弟辛苦了。来看下一位。他喵的，能做出这样的载具其他都不重要了，我就想知道这后面到底能不能做人。